接着木偶来，还是在江东正风的薛，这把是单排，拿了一把满改的P90，打的是 SS 198子弹，这把就有意思了，在旅馆碰到了一队的满编队，兜兜转转也是给我上演了一出葫芦娃救爷爷，最后我也是来了一波极限的大公仔。 这一局你仔细慢慢看，开局咱们俯卧在了仓库这边，准备直接去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操，断桥及格掉了！刚跑过来就发现断桥的及格掉了，而且前面有一把H4，不知道什么造型，有可能是热成像。然后咱们这边也是准备直接摸到后门。 跑过来的还算是顺利，没有碰到玩家，也没有玩家抽咱们。 然后准备封个烟，直接过点。封不封？听到右边有个声纹，应该是玩家没有叫，拿雷封一下，咱们直接下地下，直接化身地下室战神。两个，咱们也是搁地下吃一波信息，看看上面到底有多少玩家。目前是听到两个。 人还不少，感觉。哎呦，这时候他们也是不下来，直接僵持住了。哎呀，这时候搁这边架了一会儿，发现古小屋这边的玩家了，直接来地下了，看到了，打中两枪，往我枪口上跳，直接拿下一个。这个应该跟楼里边的不是一队的，还是在里边呢。 几队呀？这是 M4，四个人里边。这时候感觉里边有点不太对劲了，最少是四个玩家，不知道是不是一队的，一把 M4，一把H4，有点难受了。我这边准备先抽一下，他们在里边也不知道在干什么。哎呀，H4很凶啊。 听这个动静，估计是打起来了，又丢雷又打架的，但是不知道搁哪打的，我准备等他们打完之后，咱们再动手。先加一下过点，我这边还来人呢，我这边好像是来了一个，但是又不确定。先丢个雷排个点，没动静，好像是听错了。 炸死一个，这时候听这个雷，估计是炸死一个。听到啊的声音了，快撤！好像也来人了，后边又有人在丢摔炮，这把很乱。哎呀，这波没打死，我操！这波破绽没有抽掉，他就很难受了，而且咱们的位置已经暴露了。 只能看看等他们过来冲不冲咱们了。他妈 H4怎么还打我呢？21那边那个 H4打了我这边玻璃几枪，这时候我基本确定了他们四个人是一队的满编队。他们目前好像是对我没有太多的想法，我准备拿雷炸一波。好像这边出口有一个。 没有炸到，补充一下投掷物，以防一会儿他们四个过来打我的时候没有投掷物了。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队的，咱们以防着一些，反正现在是不打架了，现在也不打架了。这时候感觉他们对我是有点想法了，蠢蠢欲动的感觉，老是在我近点徘徊。一楼四个人给他们通杀了，确实是四个，左边两个，右边两个，有点难搞，只能等他们过来冲咱们。咱们如果说冲的话，很容易被动。这时候听到采草声了。
右边跳出来一个，你好手雷，来窗口了，不知扎没扎到，先回地下，地下已经摸过来了，今年直接打掉一个，不慌，还有三个，看他们怎么说，真敢啊，不敢冲，很怂，敲摸压波子弹，打开快速丢雷，咱们这波投掷物很多，咱们好多摔炮，根本不怕。先准备打上面这个，右边拐角，丢个摔炮。但是地下这边好像又过来了，确实来了，开门了，右手边，机关枪，直接拿下，先关门。现在前后夹击，看谁敢上。这边来了，提前枪打开手电筒，直接腰射拿下，后边也过来了，来一波四杀，直接拿下，来剩下的就是菲伯威的舔包时间了，又是这边也是把喷子，听到那边来了个声纹，好像是个鸡哥，没理他。你妈的，还真有人呐！这边有把一只四带消音器的，才扫声直接跑了，他直接跑路了，跑了。然后我就不理他了，然后就接着舔包，很肥，哎呀，五七，我原本以为是 H 四呢，五头，五头五甲，里边也是198，跟咱们子弹是一样的，发现里边是190，两个弹夹不一样，啊，炫里边两个包。装备都挺不错的，套下包，也是直接展示头脑风暴，这边是一把 M4，A 弹直接抠出来，这边是一把 F2000，也不错，把这边背包直接套了，里边有一个电源，6万多块钱，这时候炫的也是差不多了，然后我就准备直接去一楼二楼检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盒子，摸完了炫都，没成想这小子悄无声息的已经摸进旅馆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摸进来的。